他只是漏完出来。Oh my god！Ew！哎呦！我也要在淘宝上面选五款史莱姆，我也不懂为什么要挑战这种真奇怪的东西本来很紧张选到哦，这个哦，好，蛮美的哦，想要选隔壁那个史莱姆起泡胶。Anyways，选到吗？哦，没有选到，没有选到。Okay，anyways。啊！哎，什么玩意儿？选到啊，49块。我真要买吗？49块，它这里有六盒在里面呢。Anyways， 我还是会买。完美，可是真的非常的贵。嗯，真的很美耶。我买了3款，已经很多史莱姆了，所以我觉得我已经不用买5款了，我就买3款就好了。开心哦，我收到来自东拼西凑的包裹。哇，大家有没有试过在家里玩耍的时候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突然间感觉到自己尿急，很想上厕所，非常非常非常尿急，可是厕所太远了，所以就决定不要去呢。没有人这样子，只有你。或者是大家穿到美美这样，很想要出街，很想要出去玩的时候，哇，真的是很美哦，我真的是美，我真的是美啊，真的是美。突然间发现最近的车费涨价，油价太贵，所以不能出去了，没有钱啊。或者是大家没有试过逛淘宝的时候，遇到很想要买的东西，看到超级美、超级无敌想要买的东西，可是想到运费太贵，中国去马来西亚的钱太贵呢。从今天开始，再也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了。只要在微信上找东拼西凑，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里运费全部都是很便宜的。按进软件过后呢，就要按获得仓库地址，你就会得到你的地址，得到你的地址。得到地址后呢，就去淘宝，然后按我的淘宝，然后呢就按添加新地址，然后就把你所有资料都填好过后，保存过后呢，你就会有你的地址。再回去就按我的购物车，然后呢你要找什么你就买，然后你就按结算呀。运费是很便宜的哟，只要你下单过后呢，等，很快一个礼拜或者是5-6天，然后呢你就去找已入库国内单货啦啦啦，然后呢你就选全选，然后提交，然后提交的时候呢你就要再写自己家里的地址啊，还有住宿啊啦啦啦之类的，然后你就按 OK， 这样子就结束了，整个 APP 就结束了。这个频道第一次接收业配。 Mic 1 testing 1 2 3。 4kg 的包裹。哦耶，对，这是东拼西凑的卡。哦耶，容易用。一，哦，我买了超多东西，哦，我真的是买超多东西的。 OK， 现在我们来开包裹。没有觉得很疗愈吗？ OK， 没有。我只想讲这个东拼西凑真的是很贴心耶，这些东西都有包起来。这个
你们喜欢这种声音没有，反正我是很喜欢的。哦，防粘剂。哦，看到吗？看到吗？Oh my god！ 我的天，我的天！它只是漏完出来。Oh my god！Ew！ 我到底要给什么反应？看一下质地好不好？就这样子的泳衣，这样的啦。还有一个很像阿妈的裤子这样的东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哦，什么东西发生了什么？我想讲我完全分不出咯，有几盒史莱姆是我买的史莱姆，哎呦，五盒是60块人民币，如果它质地没有很好的话我会杀掉它。你知道它照片里面六盒都是不一样的东西，可是它来了三盒三盒是一样的东西咯，然后这是50块人民币。这赠品，这赠品我觉得他们是同一个色系的 like OK 5块钱人民币。 OK 我们先玩这个10块的先啦，其实我觉得有一点货不对版啊。哦，完全开包装它已经露出来了，你要给什么反应？ Ew Ew Oh my god，真的是融化到你，呦呦呦呦，十块一盒人民币，我觉得还没有很好耶。那些很喜欢讲我什么加太多喷洒水的那些人 ，Hello， 还粘着的，还粘着的，还粘的，可是它已经没有很强的拉伸性啊。你们可以看清事实吗？恶心，哎，融化真的是很浪费我时间。只是飞行过那一天。就本来可能你慢慢拉就哦很好啊很好很好的，哎呦它染出来颜色我不会觉得是好的咯啊。泥巴王，好，这个是真品，它是一个融到不行的真品。这真品也是一样，就是这买了6盒，很像等于买2盒的东西，因为它们全部都是一样的。虽然它包得很紧的是超级无敌难开咯，虽然它包得很紧的是超级无敌难开咯。哎呦融了，哇、哦、这个有香，这个、有香味是种沐浴乳的那种味道。融化真的是会让我心情很不好，因为它弄到我手黏黏这样。这是质地很好的史莱姆呢。我相信这个店的史莱姆都是很好的，有让我心情比较好一点点，可是还没有吃东西，所以我心情不好。然后呢，这两盒我就不要开了，因为它们是一样的东西。哦，哇哦，好难开啊！哦，哇哦，这个是怎样？还是融的。也是蛮好玩的。
这也是一样的沐浴乳味道。它的正品比它的实体还大罐，是不是很好笑嘞？而且我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差不多一样。一样的沐浴乳味，这也是很好玩哦，所以我可以在光顾这一间，不管它叫什么名，可是我没有在打野，我没有在业配，我是真的觉得可以光顾。它的正品还好玩过它的正品，它的正品还好玩过它的正品哦。哇哦，背出来耶，背出来耶，哇哦 ，OK， 下一款就是这个，就这样子的，然后呢？哎，它也没有很融化爆哎。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特点啊，就是而且又没有什么香味，就是普通。然后这种才是哦，这种。这比较大盒一点。有点蓝蓝这样啊，哦，哦，我肚子打鼓了。Oh my god！ 啊，哇哦，这间店的史莱姆我觉得满分分，它包装裂掉哎，我刚讲满分它就这样子，然后到这个一个 Pandora 这样的，我很确定那个东西不叫 Pandora， 不是 Pandora， 这叫什么 Cinnamon 啊？呵，哦，这个东西有点刺手。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啦，然后我不是很喜欢吃吃这样。我还是不懂里面一粒粒的东西是什么，反正就是很刺肉，我不喜欢。这一款呢，就是比较它一来的时候是透明史莱姆，可是它融化哦，所以我就要加硼砂水。它是蛮好的，它是很好拉，很好搓，可是就是它的珠珠一直掉出来，然后就是很大声敲到我的玻璃门，然后就是非常大声。这个也是同一间公司的，我不想讲，可是它的盖是超级无敌难开的，我开了超久才开到，而且一开的时候它里面融化哦，所以我的心情就是Anyways， 它也是很好玩啦，也就只是融化而已。不错。很香，这个味道超香。知道为什么我要用这个吗？因为我家里全部可以拍摄的东西已经完全没有电到完了，所以呢，我最喜欢的史莱姆就是这两个。
哒，有泡泡的那个，我后面超级无敌多东西哦，整个地上都是东西哦。然后最不喜欢的，所以记得去看我拉扎大的影片，还有这一支影片记得从头看到尾，因为你必须要，你必须要。